你那个打双打的时候，对方啥球你跳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对，跳的平。跳的平。所以现在这样我胖的是，你给我胖的时候可大拇指顶上他啊。所以这个反手接杀抽跳啊，大拇指一定要顶在髋楞上，那不是？再一个呢，这个手腕发力你记住，一定要是这种发力。你过去怎么发力？你过去是靠这样发力，是不是？哎，一定要顶着它跳起来。嗯，这样发力，别老是转，那不是？不是这个手腕，不是靠这种发力，那不是？一定要是靠这种发力。那么，哎，你顶着它就会打。那么，再一个，这个动作挥出去的时候，对方那个球速度越快，速度越快，应该发力动作越小。去震一拍去，对方杀得很快的话，就打震一拍去，打震一拍去，盯着他以后，那么就往上跳，哎，震一拍发力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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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